青睐乐团和声助阵，国泰金炒热气氛。虽然台大征才博览会在风雨中登场，但仍不减热情，高喊要征才超过5000人。今年整个在征才来讲，重点就是在数位金融、在 FinTech、在跨领域人才的征求。搬来大型扭蛋机，要跟新鲜人同乐。星光金也要征才4000人，其中还有50位主力储备业务主管跟管理精英。学历方面要硕士，那语言能力要很强。金控纷纷打国际杯，招募新血也要外派驻点。另外，像是元大金招募的 MA 生力军中，也有20%需要外派，开出起薪6万元，优渥薪资吸引人才。看准不少人愿意接受海外培训挑战，传产大厂台泥布局全球，也要征外派精英。开出征才条件，要到外面去，最重要的是要对各地方去的地方，特别去的地方，他们本身的人文的文化要够深，他们的历史要了解，他们才能够跟当地的同事合在一起，融合在一起。因为我本身是学外语系的，对，所以会比较想要去，就是可能去外商公司或是一些外派的工作机会。新鲜人跃跃欲试，就想摆脱低薪。根据主计总处统计，106年国人赴海外工作人数达73.6万人，年增1.1%。年轻人远赴海外讨生活人数也再创新高。三立新闻郑一新张昭轩台北报道。